为什么突然全部死光了？就直接我tap啊，他出来就一个tap，就一发一发的，然后360度，360度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这大局应该可以弄到那外挂，外挂动很无脑。 一发一发，你就一发，我人捞我就捞。哦，打破哟，哎没来哦，加点球，帮你捡捡，我退。我不搞。 哇，这个三五，我对这个塞夫造成447伤害，太扯了，400耶！快的，防个板，防个板，回得来吗？嗯，没有，拜拜。 我一摸到了，中路都没看到，中路没看到。他们刚刚一直想打我双门，我这个伤害，他们一直想打我双门。 他这把看到你双门一堆东西，应该对双门的，我也觉得他们应该不太敢打双门。啊，这个就直接死一个啊！那个进来根本没有进来。有，大点一个，大点一个，大点一个。还有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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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个。 大点，大点，大点进一个，大点进一个，然后一个在边，等一下，兵在左边，贴左边，阿珍，对，然后上来，右边，右边，阿珍，矮子啦，鬼子防守脚，超屌。 对面有凯咒哎，凯咒，可是他是问号凯咒，我是符能凯咒。 两只A，三只哦。要上了，他们要上了。我要大跑了，我要大跑了。转，假装转。还有一只在，还有一只在 A， 还有一只刚刚在 A。
对，那边。我换，我换个枪。我没血哦。没子弹。我三秒有那个。不是，他对我炸。哎，符能凯咒跟问号凯咒的差别。